我爱人当天是公安110打电话让我爱人去开锁，发生了煤气爆炸，不幸意外去世了，要人也回不来了，我就想得到政府一定的赔偿。供水量也就是个法制审核的一个角色，并不是说是这个主要去调查的相关的部门存放捐赠的相关的单位找单位。我能回答的问题到此为止，我剩下的事我协调不了啊。葡萄土啊已经解散，俺们可以通过一级一级的反映。你说社区那边你上面办事处，办事处上面有区政府，区里上面有市里，你这个东西帮你反映一下。谁雇的你？这个东西不是公安找的你去开锁吗？你得跟公安沟通啊。不是，我们这块属实没有这部分，就是说你家属这部分赔偿，我们街道这块不负责这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个部门它有每个部门的职责。如果是我的事儿，如果说我能帮助你反映，因为这个事儿我得向相关部门去反映，比如说创股，人家老板就跟我讲创股歪了，我得去找资金。如果要是说有相关部门哈惩戒的话，我该反映肯定会反映。目前你从我这块确实没有那么好办，现在那个小组已经解散了，已经没有了。公安找了你们，你就应该继续找公安去。你觉得找赔偿？人家公安找你们，你发生那有什么找公安的？这里有个英子，办事处没找你。